在。与你的心同在。共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在加利利亚的迦勒有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也被邀请参加婚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我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说：“母亲，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母亲对仆人说：“他无人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在那里放着六口石缸，是供犹太人行洁净礼用的，每口缸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仆人说：“你们把缸灌满水。”他们就灌满了，直到缸口。然后耶稣又对他们说：“现在你们掏出来，送给宴席的总管。”他们便送去了。总管尝了水变成功的酒，他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掏水的仆人却知道。总管便叫过新郎来，对他说：“人人都献上好酒，等客人都喝够了，才上次等的，你却把好酒留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奇迹，是在加利利亚的迦勒行的。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他的门徒就信从了他。这个事情以后，他和母亲、弟兄以及门徒们下到了格法翁，在那里住了几天。基督的福音。基督恩待。我们今天念的是若望福音。若望福音的丰富，使得念经的人跟解经的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常常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大家都明白的一个故事，但是对于一些正在研究这个道理的人，他要知道这个故事的内涵，他要花好长的时间去研究它的精细的部分。好像就是把这个一个图画，一个场地的景致先布置好以后，大家就在那里看耶稣在那里活动，怎么样子活动，讲什么话。最后我们看到若望在这个段福音当中告诉我们，那些至高的真理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按照这个步骤来探讨这件迦勒的婚姻的奇迹。我们讲加利利亚的迦勒，就是要跟叙利亚的迦勒区分开来。在加利利亚，这个迦勒有一个婚宴，玛利亚去赴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玛利亚跟这个婚宴一定有些什么特别的位置，他一定有安排这次婚宴的事情有关，因为他看见了酒没有了，他就忧虑起来，而且还可以命令仆人说：“耶稣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所以这次玛利亚一定有跟这个婚姻有些什么亲戚的关系。根据一本圣经上面的介绍，这个新郎的母亲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姐妹。不管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但是这个故事写得怎么样是动人，一定是以亲眼看到过的人所做的报告，或者没有这样子的仔细的。这里没有提到若瑟，很可能的时候解释是就是若瑟已经过世了，若瑟似乎很早就死掉了，所以耶稣要在那扎的过十八年的长的时间跟圣母住在一起，照顾他的生活。
今天的故事讲到是一个乡村里边的婚宴，在巴勒斯坦这个婚宴是非常重视的。按照犹太人的法律，一位处女的婚宴一定要在星期三举行。婚礼不是只有一天啊，在宴席以后很晚的时间才举行。婚礼之后，年轻人的夫妻就被带到这个新的居住的地方。这个时候已经天色很黑了，他们在火炬的照明之下，用花盖的这个花盖做的头，穿过这个村庄里边最长的一条路，为了使得有更多的人来可以替他们祝福。新婚夫妇不是去度蜜月的，他们是在家里有一个星期之久，让亲友们前来祝贺他们。他们戴了冠冕，穿了礼服，好像皇帝跟皇后一样。人们尊重他们的话，像尊重法律一样，他教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即使再穷的一个家庭，也有这么一个星期的快乐的日子。这是这个节目使得欢乐达到最高潮。所以耶稣也愉快地分享了这个快乐的时光，但是有些事情就不对劲了，可能就是耶稣自己带来的一些问题。他被邀请去赴宴，他不是一个人去的，他带了五个门徒，所以一个桌子上出现了五个壮丁，他把他们的酒都喝完了，所以造成了他们这个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犹太的宴会当中，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拉比们是这样子讲，没有酒就等于没有欢乐。但是醉酒也是很不礼貌的事情，所以他们喝的是两分酒三分水合起来的混合物。所以在婚宴当中所供应缺少的这个酒，是新郎新娘是莫大的耻辱。所以玛利亚告诉耶稣这件事情，耶稣回答的说，这跟我你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耶稣在讲的意思是说，他不要担心，你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会用我的方法去解决它。所以路王既然是为希腊人写的福音，路王的福音是针对的对象是希腊人当中的这个基督徒，他便解释这个缸是犹太人为了行洁净礼用的。这个水有的两种用法，一个就是洗脚，因为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两条腿走路，所以天气好的时候脚上都是灰，下雨天都是泥浆，所以一定要客人来的时候一定要用请这个仆人把他的脚洗干净。所以这个缸的水就是这样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他们要洗手，他们的洗手是个礼仪，跟卫生毫无关系，吃一道菜要洗一次手。所以这个水是用这个两种用途。刚才是我们谈到一个普通的意义，就是把这个场景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个故事的，向我们介绍了形式的有关于信心这个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事情不对劲的时候，圣母玛利亚本能的就转向耶稣，她非常了解她的儿子。耶稣30岁的时候才离开家庭，这个之前一直跟圣母玛利亚住在一起，直到现在那些还是真实的事情。凡是密切的认识耶稣的人，遇到了麻烦以后，就会本能的转向耶稣，知道在他里面永无缺乏。第二点，就是玛利亚不知道耶稣怎么样子做，其实耶稣似乎是拒绝了玛利亚的要求。
圣母仍然这样子的相信他，以至于他告诉仆人要做耶稣叫他们所做的事情。玛利亚的信心是当他还不明白的时候仍然相信，他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但是他知道他一定会做得很好很对。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有一些黑暗的时间，我们看不清当走的路，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这些事情会发生，我们不知道它什么会发生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理由会发生。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虽然不明白仍然相信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信仰是什么？信仰不是我清楚，信仰也不是我明白，信仰是我相信。我相信的东西不一定明白的，我明白的东西也不一定相信的。还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些耶稣的关于耶稣的一些事情，一些颇为重要的事。他回答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常常在圣经上提到他的时间没有到。什么时间没有到？他作为摩西亚出现的时候，是他还有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都讲这一句话。所以他讲这句话是有下面几个意义。第一个，耶稣一生都当中都知道他到世界上来是有一定的目的跟这个意义的。第二，他不依于自己的愿望，而是以天主对他的目的去看生命。第三，他不以时间变动的背景，而是以永恒不变的背景去看生命。第四，在他的整个的生命当中，他都坚定地走向为此来到世间的那个时刻，不只是耶稣到世界上来满足天主的目的。好，现在我们到了最后的一幕，就是我们来看看，要思想一下若望宗徒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所要给我们的教训的深刻跟永恒的真理。我们一定要记得，若望是在双重的背景之下写作的。他是个犹太人，他为犹太人写作，但是他也是个希腊人，他为希腊人工作，使他们明白这是他重大的目标，这是若望重大的目标。若望福音的对象就是希腊人当中的基督徒。我们首先从犹太人的观点来看这个故事，我们是必须要记得，在若望福音简单的故事之下藏有深刻的意义，只有那些愿意追求的人才能够明白。若望在他的福音当中从来不写一些不必要的细节，每一件事情都有它一定的意义，都是指向更深远的地方。意思是说，若望福音当中没有一句是废话的。那里有六个水缸，在野兔的命令之下，水都变成了自由。对于犹太人来讲，七才是个完美的数字，六是一个没有完美的、没有全备的数字。所以六个水缸象征犹太人法律的不完美。耶稣到了世界上来，解决了法律的不完美，而带以他的恩典的福音的新酒。就是说，耶稣将犹太人的法律的不完美改变成功恩典，基督恩典的完美。我们对于耶稣所行的这件奇迹还有三点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它是发生在一个婚姻上边。耶稣在其中好像感到在一个家庭里边非常自然舒服。他不是一个严峻的煞风景的人，他喜欢分享庆祝婚姻的快乐，所以跟耶稣在一起天天如同参加婚姻。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到在什么地方发生的。
他发生在一个加利利亚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里边。他把天主带到 家庭的园子里边，带到日常生活当中。耶稣在加利利亚的迦勒所做的事情显示他顾全家庭的。正如这个圣经上刚才念的，他显示出他的荣耀来。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把荣耀彰显出来。可是我们许多的人对于我们所教的家这个地方都抱着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们一方面承认全世界再也没有比家庭更舒服 宝贵的地方，但是他们同时也承认在家里他们有权更无理、更粗鲁、更自私，这都是他们在陌生人社会当中做不堪做的事情。我们当中许多的人用来对付自己的家里最亲爱的人的方法是从来不敢用来对付陌生人的。往往陌生人见到我们是最好的一面，家里的人看到我们最不好的一面。我们要永远记得耶稣是在一个谦卑的家庭里边显示出他的荣耀来，他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予一个家庭。第三，我们还要注意到为什么要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看到中方宽待客人是项神圣的任务，如果没有酒的话，就会令那些家人受窘而感到羞耻。所以为了使一个谦卑的加利利亚家庭不致蒙羞，耶稣就行了他的全能。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以同情、爱护跟了解简朴的人。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到的，这个六个水缸，每个水缸都可以承载20至30gallon的水，也就是说耶稣把180gallon的水都变成供酒。提到这个事情呢，就表明荣王不是叫我们按照字面去看这个故事。荣王的意思是当耶稣的恩典领到的时候，就足够大家分享。荣王告诉我们，在耶稣把不完美的变成过完美的，恩典是无限的，比需要的本身多得多。好，我们再从希腊人的观点来看这个故事。希腊人既然也有类似的故事，荣王中途仿佛这样对他们说：“你们的神的故事和传说，但是这是故事而已。你们也知道，那不是真实的事情。而耶稣来了以后，就使得你们的梦想成为事实，使得你们所渴望的得到实现。”所以，荣王是对犹太人说：“耶稣来是法律的不完美，变成后恩典的完美。”荣王对希腊人说：“耶稣来了。”真正做到你们梦寐以求，但是你们的神却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荣王要教训我们什么事情。第一个，荣王要告诉我们，这不是耶稣这做一次而不再做的事情，而是在永远不是在做的事情。第二，荣王告诉我们，不是耶稣曾经在巴勒斯坦做过的一件事情，而是他今天也要做的同样的事。第三，荣王告诉我们，要我们见到的不是耶稣有一天把水缸里面的水变成过酒，而是要使我们见到什么时候耶稣进入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生命就有一种新的品质，就像水变成过的酒一样的转变过来。要记得，荣王是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70年以后写的书。就是说，耶稣3年的传教是公元30年到33年，
可是若望写成若望佛音的时候已经是95年这样的长的时间，意思是说耶稣在3年传教的时候讲的话所做的事情，在若望的思想当中已经分享研究探讨六七十年之久，再把它写成红书。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若望经过这个这样几十年的分享研究之后所写出来的，是比他跟前三年当中看到的要多得多，以前没有想到的事情后来就想起来了。所以这个故事是对我们说，如果你们想要新的喜乐，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们的生命将会改变，就像水变成过酒一样。有一个人上街买东西，到了超市以后买了东西以后就回家了，可是到了第二天他才想起他有一部新的脚踏车放在这个超市的门口，他想一辆车被偷掉了，所以赶快过去看，哎，这个车子很好的还站在那里，所以骑着这个脚踏车非常高兴的到附近的教堂里边去感谢天主。等到他教堂里边出来，车子偷掉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上教堂的时候才有好运，不一定在社会当中才有不幸，重要的是不是我在那里，而是我的心向着那里。一个在主里边的人，夜间跟圣经都能甘之如饴，像酒一样的甜蜜。所以不要用你在教堂里边的前景来衡量天主的祝福，那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只有在基督里边才是最大的优先。阿们。先生起立，我们先念圣经。